现在西文在，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尝试什么。好，看起来他选的就是法案查询的部分。那接下来就会跳出来，就是说，那我们办公室所经手的一些法案，那都可以去做选，民众都可以去做选择，然后跟了解。那这里就有一些引言的部分，让民众对于整个法案的议题，就是一些重点会有更了解。那这时候可以选择，就是说，那法案的进度内容，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媒体报道，就可以让民众更了解说现在自动安全法的状况。办公室其实最常接到的一些议题，就是有关，譬如说想要了解这个议题的进度、议题的内容，就很多法案，因为大家想要更多的一些沟通，希望我们能够量身就是去服务他们更多的资讯。那有很多的是讲座活动的邀约，那当然其他没办法归类，就是放在其他的部分。那我们发现，在过去这样办公室的运作里面，因为助理们平常都很忙齁，那所以有时候回讯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选民等得不耐烦，然后就会稍微的抱怨。那其实我们也希望说在政策上面沟通，因为尤其是我们都是在关心这个新创数位国家这些就是数位科技的议题。我们当然也希望说这样的议题能够跟民众多说明，多互动，让关心的民众可以更了解。